同学，你的毛盖，你的毛盖，就是你的毛盖。同学，这是我的书啊！像这校园它也是你的，长得好俊啊！那是，你自习就看这玩意儿？当然了，这可是被同学们誉为红宝书的毛概书。看了这本书，我的概率论、我的高数、我的大学物理四六级、政治行政管理学全都过了，友情价9.8。那你这么凶残，我怎么不知道？那是你忽略太多细节。只要看懂了这本书，读懂里面的精髓，说实在点，这可是爱情与事业的双宝典哦。同学再见，我要回去继续学习毛概了，再见。事业能不能丰收不知道，但是春天好像来了。剥橘子会分心的，我来喂你。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来一口嘛。真的不用了。来一口。真的不用了，真的不用了。西西累了吧？喝杯牛奶补充一下体力。喝一口嘛。鹏鹏，你不要太累了，你去休息一会儿吧。哎呦，你衣服还没洗，我怎么能放心休息呢？同学们，今天的毛概课就到这儿了，下课了。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继续说。哎，小板，借我擦擦桌子。你摔跤了，你不是？这算什么呀，就知道拍老师马屁，天天追在老师屁股后面跑，也不知道是真有问题还是想和老师套近乎。哼。蔡小河办了个思想论坛会，要不要一起去呀？今天是我们思想论坛会成立的第一次例会，首先非常欢迎大家的加入。在例会开始之前，让我们进行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蔡小河，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大家好，我叫周晓东，来自人文与社会与科学学院。大家
家好，我叫周小佑，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大家好，我叫向杰宇，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大家好，我叫陶小勇，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肖小生，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大家好，我叫王鹏鹏，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大家好，我是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毛泽西。大家好，我是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杨开心。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次例会的主题，中国梦。中国梦是习主席提出的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那么关于中国梦有很多梦幻系列，比如说强国梦、强军梦、航空梦和航天梦。那么对于中国梦你们有什么样的理解呢？我先来吧。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来讲一讲我对中国梦的有关法律方面的理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习大大和李克强总理都是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那我们就应该得出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们的中国梦应该是在法律方面有着深刻内涵的。大家都知道当今社会的中国还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希望在未来我们的法治会越来越健全，大家在遇到一些矛盾的时候会更多的寻求通过法律的方式去处理，这样我们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少，我们的社会会变得更加更文明，那样我们的生活也会更幸福。这就是中国梦的宗旨，这也是我对中国梦的理解。对于刚刚周晓东同学的发言，我也有一点理解。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都认为为弱者讨回公道可以实现正义，可在讨伐强者寻回正义之前，我想请问谁才是真正的弱者？比如说在城管和小贩的关系中，难道所有的小贩就一定是弱者？难道所有的错就全在城管吗？再比如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一部影片叫《圣诞玫瑰》，在这部影片中被性侵的残疾女孩和被指控性侵的医生，难道残疾女孩就一定是真正的弱者？难道错在医生吗？难道被指控性侵就一定真实发生了吗？不是的，这只是公众出于对小贩和残疾女孩等理所当然普遍弱者的同情，是公众根据社会道德的一般情况做出的臆测，这不是法律正义，而是社会道德的伪正义。法律正义并不等同于道德正义。我认为中国梦就是国富民强之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任务就落在我们这群有志青年的身上。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各种思潮斗争的过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就是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潮。说到中国梦，不得不提的就是美国梦，因为这是在中国梦提出之前我们就广为人知的。我们要结合美国梦提出的实际，它是由于在美国他们西进运动的时候为了开发而强调的一种个人进取开阔的精神。由此可见，在各种美国大片中我们可以看见各种超人的这种个人主义精神，个人拯救了国家。但是立足于中国，立足于我们的中国梦，我们却不应该这样过分的强调个人主义，我们应该立足在我们的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从团结的力量出发，我们应该发挥我们社会主义的精神，我们要走集体的道路，发挥团结的精神。说得太棒了，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对了。有梦的青年推动着历史年轮经久不息的前进，如今我们应该主动担起实现中国梦的重任。中国梦，强国梦，少年强则中国强。我认为既然是中国梦，那么我们就应该体现中国两个字，个人意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国家意志得以体现的基础之上。
因为有时候个人的意志力不足以强大到去抵抗那些来自于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只有凭借着对国家的绝对责任感和绝对使命感，才能打消那些恐惧，走到最后一步。我觉得西西讲的很有道理，让我们再次为了鼓掌。刚刚大家都提到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也认为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国家好，民族好，人民才能好。中国梦的实现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在场每一位人的努力，需要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努力，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们就这样学习成长，就这样峥嵘岁月，激扬青春。红色经典青春励志小说《恰同学少年》正在播出。毛泽西，之前是我误会你了，我觉得你还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时代好青年，今后我们要一起努力。毕业前夕，思想论坛会也到了解散的时候，最后一次例会，组员们收到通知，在国旗广场举行。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路茫茫。中国儿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鸾边陲之残酷，唯我少年当知。中国如称霸宇内，主蒙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唯我少年享之。与彼栖息焉焉，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默然置之，犹可言也。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我而默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四往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同学们，我被你们的热情所感染了，希望你们能够志存高远，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真正的做到治周万物，道济天下，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嗯，老师，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您的教诲，无论身在何地都一定会肩负祖国的责任，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个字念什么？这个字是实事求是的实。你懂得好多，我好崇拜你啊。发展是硬道理，亚美德，讨厌，不要这样了啦。
不错不错。这个字，这个字，不要字，中华，给我给你。求你了，我们既然没说了，你找点喊句话吧。实干新包，实干新包，实干新包。大家好，我叫王鹏鹏，来自人。哎，是你呀、啊？你的毛盖？是我说这句话。同学们，本次的毛盖课就此结束了，下课。同学们，希望你们能够志存高远，为。